请收看《卫星世界大地风水》。同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13号嘛，哈，8月13号，咱来到一出天下定太平的所在太平山。哦，那太平山再去呢，好、哦、来看，确实风景很漂亮，啊，这个灵气也很好，啊，这的空气嘛，足好诶。咱千里迢迢来到这哈，花姐头发足青诶。早上我们5点多起来，把窗户打开来，哦，看到这里外面的，景看起很好，啊，这是观光的地区，啊，观光地区，啊，新好，咱新进的所在，那、啊、但是讲到风水呢，山河大地的风水法则，这里是不如华的，啊，咱这看风景区，看真水，这很多。龙沙虎沙、叫做龙虎环抱，哦，龙来虎去，龙来虎去，就是交叉，这个哈、哦、叫做龙虎环抱。啊，水的弯弯曲曲出的，好佳哉，这里、个、就是向对面那支山，那两支山把这水形冻掉去啊，冻掉去。若是来做风水。做风水的时候，哦，这就先做3点半，好吗？好像看面，这就看得就是出来啊。铅笔水，这障碍叫铅笔水，用安尼水障碍铅笔水，3点半先做，做到尾啊嘞吼，爱为你本钱，啊，才会动会调。那无吼，3点半，啊，听有够发啦，发了不时间会到，你拢无去啊？啊，到尾换别人发安尼啊？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吼，咱后摆你要看哦，风景地理足水的，爱看注意，绝对不能铅笔水。哈、啊，看大星，3点半入大星。哈、啊，再来呢，好、啊，咱这龙湖，哈、啊，龙边，咱基本龙边足水的咧，哇，哦，龙边，这叫做开间，开间，啊，甲这边像迄支山，啊。这个山，那么点地理，一些点结界的地方要在哪里呢？哦，叫十道天心，十道天心。那么点天心的方法，我今天跟各位讲一下哈。那首先看后面是玄武，背后是玄武，后边这个星呢叫做木星。木星，然后渐渐起来呢，叫做木星。咱早去啊，咱的道场要看，迄个是五曲星，这是木星。哈、啊，上悬一点，手啊打打遮，哇，手啊打打遮嘞吼，迄是座山。好、啊，一点，我得探下上道行，要按朱雀后玄武，前朱雀呢？你得爱先找咧朱雀山上远迄支山呀，哦，上远迄支山的所在咧，遐有一个岸，强迫一个朱，有没有？有。哦，迫一个朱迄个咧，迄点，哦，甲这点相对，哦，甲这相对，好、哦、就砍一条线，好、哦、这，后玄武，前朱雀，
啊，咱朱雀要有应山应相应。咱呐一个地里大嘞吼，啊厝起底下嘞，吼、啊、若是无人应山，无人来呼应，无人来回应的时，嘿，咱住一间厝，比古老厝，啊，出门无贵人，事业无贵人，出去跟人咧结冤仇，吼、啊，迄、那个这都不好。所以后有靠的有地灰，后面有后山有靠有智慧，前有朝朝拜，接着会来朝拜。那么会来朝拜呢？迄三山形呢，伊拢一特别很特殊的迄条做前行。咱有九星嘛，一贪狼、二巨门、三禄存、四煞、文曲、五嘞。年真啊六嘞，无奇七嘞，破军八嘞，辅星啊九嘞，体星啊那好了，那一定爱九星啊，九星也是嘞，贪狼星可以来朝拜，但是超了贪狼星呢，拢是为我们所用俩，贪狼星就是文笔为我们所用，你不用说对。对着结定生死就对了，你也对着一粒，那像这张树啊，这张树啊形，这山形像这张树嘞，单独大人树这啊，叫做贪狼星，像桂林啊，哇，桂林迄山形呀，迄叫做贪狼星，迄种你也对迄个嘞，侬用文章嘞定生死，文章嘞定生死俩，哦，所以迄种不用对，山形呀，迄叫做贪狼星。比较你要对迄个，侬用文章来拼生死，文章来拼生死尔。哦，所以迄种不用对。过来巨门，巨门星，土星。哦，巨门星就上代种呢。哦，咱的巨门星呢，啊，上较白大星星的白大，迄个叫做巨门星。足大的门，同款意思，一个真大的门。好、哦，那么整个圆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，也属于巨门。好、哦，所以巨文星暗桌，巨文星的那书桌暗桌，啊、哦，巨文三禄存，禄存呢，啊，就像这个山后边个路掉，就叫做禄存啊。人为把它里面山梁给路掉去，嘿，就是禄存星。哦，啊，禄存过来文曲，文曲的水星，啊、哦，对面黑马学有点像浪花，像那样哇，就海洋的浪花。黑马是文曲啊，廉贞啊，就袂使咧。廉贞咧吼，迄山后后足侪形啊，奇奇怪怪怪怪，吼、哦，迄就叫做廉贞啊。廉贞咧再来就是武曲，武曲大金星，大金星武曲。哦，像咱仙佛寺啊，对，前面正前面迄个的武曲星啊，啊，再破军都不用用。啊，那么辅星嘛未少用，啊，脾星嘛不少用，脾星出将军，啊，这点跟那点，连成一直线，然后开肩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左肩，你爱看这地点在倒呀？啊，一只呢，开肩，这男的这都无地理啊哦，这只正个头前，咱站困一搭，啊，伫头前只差不多，啊，一点上悬呢。啊，最高的啊，你的连杆最高一点啊，杆牵成一直线啊，接着呢牵成一直线，还要牵一直线，定点去中心，黑着的享福的所在啊，啊，这个叫是十道天星哦，它所以接着呢地点在下面这里啊，就四平八稳啊嘿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好地理，啊，听无？十道天星，阿伯你看，你莫去唔对哟。阿伯想，哇，你能去呀去？啊，去呀去的时，哇，这搭一位来点我微信中的地址，遐想发出来点咩？我马上把你们遐啥子，恁的学位，哦，把恁的吸收回，哈哈，啊，把恁收回我啥啦？我恁你都会搞浪费啊，还专门浪费，我无精。哈哈，好了，那为了去啊，嘿，好了。
最重生，不求天。哎，来，谁？坐好。
甲我归众哦，我做无收的，啊做含慢的，啊拢咧向大学生吼、哦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因为咱拢是凡夫嘛，啊，咱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，甲佛祖同款坐到遐，啊归众。人来拜啊、晒啊、来推啊，你吼，哇、啊，这就好了，对唔吼？啊，这是咱大家的最终目的啊，希望咱大家共同努力，吼、哦。那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大家拢赶快吼，不分所有一切，吼、哦，咱拢赶快啊。还是一句话，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莲分寺，我足欢喜的。那我们把时间给禅师，禅师要教你们很多嘛，吼、哦。我们还是让给禅师，因为我这。我阮这含万人吼，啊，恁拢无气含来到阮家，阮足欢喜的吼，还是足欢喜的，阿弥陀佛。法师才会开始欢喜。谈起风水啊，风生水起呀、啊，好运就来。好啦，三分风水啊。七分爱去创造美化环境啊，所以咱在咱仙佛寺，我本着一个原则，把环境改善啊。如果啊有十方众来到道场的时，有十分钟没有烦恼的时，那无论投资再大的建设经费都是值得，因为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做大众。他有十分钟没有烦恼，也许他十分钟没有烦恼，他一定悟道，啊，悟道啊，他马上以后度更多的众生，救更多的众生嘛。所以建道场，后来呢，我本着这个法则呢，啊，这一直陆陆续续啊，都是到处建道场，啊，希望有一个大家呢，百忙之中有一个立足的地方。即使十分钟、两分钟，在佛前能够有机会一跪下来，消恒河沙数的罪业，然后到最后一声阿弥陀佛，也增无量智慧的喜啊！那咱做这行规，责任就在渐渐的尽这个责任和义务啊！今天呢，在来到这圣地呢。啊，这刚才审判法师呢，啊，他开始说早上有下了蒙蒙雨，八点，九点左右，九点左右，您没来嘛、啊？下了一点点雨，欢迎您呐、啊，欢迎禅师的福报。啊，这佛菩萨，佛祖的慈悲嘛，啊，先啊洒甘露，哦，这啊，龙天护法为了到。世间的许多乘风乘雨而来，乘风是弘扬一样，啊，乘雨是龙天护法普降，啊，雷电光呢，啊，也是天王护法们，啊，还有诸佛菩萨他们到这，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啊，加持众生，啊，所以在这个宝地呢，我还没来看以前，什么法师呢？啊，他也很，他很慈悲，为了要啊将环境融合在一起，啊，所以在大高雄道场去了两趟，啊，三宝寺那么远也去了，啊，还有新竹大凡寺也去了，啊，只有仙佛寺还没去。一定去，一定去。那他去的时候，就会去我们仙佛寺进去，再进去水长流，啊，有啊，盖了一个妙泉寺，妙泉寺哦，妙泉寺是很漂亮，啊，很庄严的道场。妙泉寺对了，丝线挂吊金钟，丝线吊金钟吊铜钟啊，啊，一个宝地，啊，还是一个大道场。啊，那也是审判法师的啊，和这个修玉法师师兄师弟的啊，都一年啊，所以续这个缘。若是改天你到妙泉寺，欢迎路过，我们在那边要先经过我们那边才能进去啊，除非用飞的，
因为我们是守在第一关啊，道场的风水啊，比一家住家的风水更重要。我们住家的风水呢，是个人一家的福泽啊。道场盖好了，就是整个全民生生世世众生的福啊，和他们啊很缘啊。若是有一家好的道场啊，好多好多十方众一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心就很安详。在大陆啊，在文革的时候啊，把打掉了都是违背风水法则，啊，没有被打掉都是符合风水法则啊。像在泉州啊，泉州的这个广化寺啊，现在目前大陆最多出家众在他们佛学院，就是在广化寺啊。我在四年前也去过一次啊，去看哇，那个金高玉，金高玉洁的，那真的好地理，难怪红卫兵不会去打啊。现在目前大陆最多出家众在他们佛学院，就是在广化寺啊。我在四年前也去过一次啊，去看哇，那个金高玉，金高玉洁的，那真的好地理，难怪红卫兵不会去打。然后到泉州啊，泉州的开元寺，开元寺的啊，那也是田刚龙，田刚龙，田阳龙现出一个水星号啊，结果呢就盖在那里啊，大殿盖在那里，而是中国最大的戒坛就在开元寺，好、啊，盖很大，那个戒坛呢刚好盖在龙穴的之上，哦，所以在红卫兵的时候要去把它毁掉。那一天去的红卫兵，那些小孩子呢，啊，就来特别多，都只是在前面要喊，啊，一直大喊啊，大喊喊喊喊喊哦，不敢进去。就走了，那么有龙天护法在那守护，啊，所以我在想一想，很多道场被毁掉了，我想都是啊违背风水法则。我去看了好几个地方，在四川重庆，四川重庆呢有个铜梁山，金铜铁铜梁啊，叫梁山伯铜梁山。啊，铜梁寺，铜梁寺呢，上面一个八玉寺，八玉寺呢，就是从啊1600多年了，但是红卫兵就被打掉了。我觉得啊，这个风水违背法则，所以要敲掉，不敲掉不行，以后不会出一些真正的高僧，哦，反而会出一些啊破坏整个我们的宗教体系的人，啊，所以那院子就打掉了。然后我要我去盖，要去盖的，我是喊谈条件，要我盖可以，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，一定要照风水法则，要退后60米，再然后就盖了才可以。但是他们中共呢，啊，就只能复建，那复建那你去复建好了，我就不必浪费这个金钱了嘛，因为违背了法则，因为给后世好的人带来更多的灾难，所以啊，我就不理。最近呢，哇，他们什么统战部的、国台办的什么的，一直委托我们的圆融法师啊，中立道场他的啊弟弟在那当律师嘛，请书过来，我们依照他这样，不要啊，啊，因为开始我有钱要我盖的时候，你不要，我现在去盖到云梦山八卦城。啊，因为他们听说云梦山八卦城在中国当代的未来的建筑历史啊，是一个非常对中华文化有一个留下来的价值啊，要去。然后我说不要了，因为开始好的开始才有好的结果，不好的开始你再勉强就违背了天意，那么就违背了我们禅宗的本意。好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，
好、啊，那早上蒙蒙雨，刚才来天开了，开天门，下午中央开了一个天门。刚才哦，我们在爬上来的时候啊，开了天门，啊，很殊胜。这个就是蜀中如一，蜀中如一啊，这个龙天护法，还有尤其佛啊啊，给我们的加持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在告诉我们。每个人都有觉性，佛陀就是我们的觉性，每个人都有觉性，众生与力平等，所以你看佛多不多伟大，他开悟了，他尊敬所有的众生、啊、无论宣慧、软动的这一些从他们也都有佛性，都有觉性，尤其有觉性，连草也有觉性、啊、像刚才进来我们法师呢，他说那个丛林啊，那个丛林南梁山，南梁山是四季都是翠绿的啊，种四季翠绿的这个是最好。当然了、啊，我们四季分明，四季分明的好处，但是四季分明呢，啊，给人一种鼓励，但是四季常绿呢，就是佛法法轮常转啊，法轮常转永远是绿的。绿油油的、啊、心就静下来。我们的眼睛属离火，离火，离火先天在东方，先天挂位地球，气在转呢，磁场在转呢，这在东方。先天的东方乾对离，离卦乾对离，这离卦啊。那么先天的离呢，就是我们的眼睛目啊。那么后天呢，啊，这个正卦啊，后天的。洛斯破天则是正卦木和火，木火通明，木火通明呢啊，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种了很多树，你看了眼睛看了，结果木和火相互相生，一相生呢，我们心就静下来，智慧就出来啊，所以我看这个道场呢，开始建筑师规划的这个设计，哎呀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哦，他的真的，他的设计太美啊！再过几年后呢？啊，我们如果有一年再来拜佛，哦，但是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啊！但是来拜佛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在拜佛，但是要想到在建设今天坑坑洞洞，那个辛苦啊！啊，因为我是过来人啊，我也先需要你们一起同情我。一样的是啊、哦，所以盖道场就修道，一步一脚印啊。那么今天我们世界华人也那么多同修都和我们国内的同修呢，大家都是师兄师姐啊，大家呢合而为一啊，来这里呢啊，顺道这个机会呢来这里。拜佛以外啊，我们啊，等一下会将各位告诉各位这个风水的规划原则，风水怎么看啊？三龙啊，三年呐 啊三龙三年修三年，你就看得懂。平阳龙要20年呢，平阳龙啊，平阳要点穴要20年呢，三龙三年就会了。啊，你们只有4个月，没有关系的，也会教一些给你们。哦，所以3年和20年，这是属于平阳龙，能够点到穴点这样呢，啊，可见审判法师他也是啊大的开悟，不然不会点的4平8稳。我很蛮难啊，哎、阿弥陀佛，我只是讲安尼较宽，做这样比较看得比较远，比较远哈。阿弥啊，安尼会较矮嘛，哎，就这样子。哎，凡事要看远嘛，啊、哦，凡事要看远啊、哦。如果看得窄窄的话，心境就没有办法开朗，没有办法开朗，智慧就塌掉了呀。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但是这个里面都有佛的意思，佛意啊，给我们的智慧有佛智啊生辉，佛智生辉，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光明的地点。啊，这个道场呢，啊，刚才一路走过来呢，
偏阳的道场盖好的话，花最久。偏阳的道场盖得好，如花的时候，它花的最久。啊，三龙啊，啊，二十年一遇。啊，如果你不会安排的话，二十年的过去的就冷下来了。啊，信徒们啊，大众们，他们一到啊，来到道场，心就烦就乱。他们没有办法将华喜带回家，只有将更多的烦恼带回家。啊，所以道场的殊胜在这里。啊，开元寺他是平阳龙，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宝林寺平阳龙。平阳的平冈，好、哦，平阳平冈里面的画平阳一只象，象大象穴，大象穴它刚好点在这个鼻孔的前面，啊，点穴有很多哦，法则乌龟的穴要点在这里，乌龟的穴点在他们混头饰之穴在这里，看啊，头饰穴在这里，啊，这个就可这个地方乌龟的穴。啊，那个蛇穴点在头退后七寸，啊，头的七寸，但是在地上啊那么大，你七寸还永远还站在那边，那怎么点呢？蛇穴怎么点呢？又不一样。啊，那啊老鹰穴，啊鹰穴，它是点在肩上，老鹰啊点在肩上，啊莲花穴。莲花穴有叫做倒山上的倒地莲花，倒地莲花它就结在这个啊这个山脉的中间，是点在这里啊，点在这里，倒地莲花。好，那还有呢，浮水莲花，浮水莲花呢，它就要点在中间的莲台之上啊。那么这个地是浮水莲花。不至于连累了。哦，你看，等一下看外面的，是这个形状的哈，山形的，一看都是莲花瓣，然后也都是像一个大的莲花瓣，浮水浮至于连累嘛。哦，浮至于连累就是好道场。那浮至于连累呢，前面呢，这个道场里面，啊，一定要多一点的水。啊，尤其呢，这个地方，九桃叠金阶。啊，是适合的，多一些水，到处都有水嘞。啊，多一些莲花，真正这个地是大宝地，是一个福聚莲会。啊，每一个福聚莲会，每一个地点的哈，啊，都像莲子，那是莲花子、莲记啊的呀。啊，像莲子，啊，我们的这个莲子嘞，啊，就是莲花到处都有嘞，莲子，啊，就像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嘞。啊，八功德水，啊，功德池，啊，你这个最起码要有八个水池哦，八个莲池，啊，而且这个莲池水也都要给它贯通，水都要给它贯通，好，那水贯通就是气，真气，气的给它贯通起来，气贯通呢，整个它的法音宣流。哦，比如说，哎，这个莲池，你可以有的在这高一点，让它一直都会流下去呢，多少有一点小小的声音，啊，有小小的声音，到这里啊，接下去，我们用在马达啊，抽一个总水源啊，然后呢，给它很自然啊，整个全虎边也可以啊，虎边也可以动，马达在龙边。马达在旁边，水给他的全区滴滴咚咚轻轻的，那这一个浮水莲花，好、哦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浮水莲花宝地，确实是一个道场的地方，啊，若是这一个盖工厂，啊，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很快就倒闭，不适合盖工厂，啊，若是呢，啊，这个，啊，住家。啊，住家呢，你会三更半夜的睡睡，第二天早上呢，在客厅或是在外面的庭院，啊，会被一些护法把你抬出来，啊，睡在外面，啊，因为这是佛祖，所在，哦，所以
这个风水宝地，它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法则呢，啊，我陆陆续续也碰到一年就告诉各位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先谢谢啊法师给我们这个机会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个人做祖山五像，哦，植物为了嘛？哎，做五山，五山指向，啊，五山指向呢？前面先天卦位，北方是什么？啊，北方先天卦位是什么？坤卦。啊，先天的前方是坤卦，所以头前这个所在爱拉开给。坤六段，啊，坤六段就是这个大地是爱降低的，啊，咱这个所在，师傅这个所在呢，后面要造一个人造山，人造山呢，先天卦是什么？乾，乾卦乾为天，就是爱管起来啊，哦，爱乱管，啊，爱来当管，啊，进来一个土堆，好，会当做到搞的范围，进来是一个土堆。好，这样要有靠，好、哦、要有靠啊！完了，最起码嘛，按我老毕家的毕龙毛印，我老毕家怎么？嘿嘿，给一个对一个人造山啊，即使多花一点钱呢，可以制造风水啊，三分风水呢，七分做，而且呢，好、啊，所以后面对一个人造山啊，前面呢啊就要有莲池，好、啊、莲池海。用莲池的花来会佛会菩萨啊，靠这莲池海会哦，活菩萨，莲池海会佛会菩萨啊。那么前面呢，整个这里啊，左沙右沙龙虎沙的八个小桃人村里面，哇，这个地理是一个是那全那莲花叶莲花瓣那里啊，哦，那大的莲花瓣啊，还是集中。一层一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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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好看的吼、哦。外面比这个高，一层立的，这个较立，还外面一层高的，吼、哦，右边比较高嘛，有啊，那边遐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右边遐嘛会比较高，好、哦，你像广佛山，事实上是比较高，这里一个凹地，嘛属于一个叫做湖水莲花，湖之于莲花的宝地，啊、哦，啊，咱。再来呢，这个盖啊，这个大殿呢、啊，它有这个龙沙虎沙，那去一点呢，最好要有龙沙虎沙。啊，站在仙佛寺，那是山地，啊，山地的那都无多盖到像这个，啊，这样庄严，啊，那个去的就较简单，较单纯了俩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啊，平地呢，叫做开阳，开大阳，平阳啊，穴呢。就是开大阳，很大的阳气，啊、哦，开大阳，哎，开大阳嘞，好、哦，这里都，咱就爱去个画出来，头前个顶，咱就去画出来啊，啊、哦，在前面呢，围墙呀，围墙不要嘞嘞，就像我们人的下巴，人一定要有下巴，啊、哦，兔唇，头前一间厝，迄间啥？哎，阮暂时咧住，暂时住的吼，暂时住的迄间嘞，哦，好。好，那个向出去的，就是咱人一个第四一个下巴，好、哦，第四个下巴。那风水的法则要吞、吐、啊、伏、啊、沉、左、右、吞、吐、吐出去，前面要有沉、吐、伏，要盖多高，啊、要盖多深、沉。啊，这个一轴一用要四平八稳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十道天心，十道天心，所以这个道场盖起来，将来在南部的地方可以弘法一生，啊，普度
啊，很多很多了，需要辅助的众生。谢谢常师给我们的祝福，好，我们再大家啊，看我哦，看有没有啊？你底下无看，就遐看啊。哎，你安尼，你阿妈根本无够长，哦，所以无看到遐尼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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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及啊，变到做的时，还是就要把它买上来。哦，啊，因为变到做的时啊，哈，啊，那做会到啊，就阿妹妹做些，还需要再保护的。噶，迄种别墅的位，都是我们的保护区。啊，这个啊，为后代众生来保护这个道堂。哦，啊，为代众生，后代众生保护他们的心。啊，未来以及然后一变到主，变到。好啊，哦，未必，啊，那领导讲啊，头家啊，这天来阿伯来边头做，这样难讲，哦，那边头做嘛，哦，然后边头做。啊，咱这山来用起来没关系。没有关系，这下马是爱，哦，马是爱，哎，你看，这整个一个，其他小的不一样，它就一个的一个很大，一个很大，大圆，很大圆。啊，这一个像一个大很大的蒲团，很大蒲团，这些呢，你再叫做浮水莲花。哦，好，那么里面，它命名为莲林寺，做哈。我做哈来。我只是说，希望啊，我就做哈蛮的啊，希望来人大家拢成就安尼，单身成就。太好，慈悲慈悲。每人一朵莲花，莲花如影，所以叫莲云寺。我去阿弥陀佛。啊，人生的路程啊，啊，短短几十年之间，但是都充满着啊，是一个美化的啊，这是一个光明的啊，所以人生里面都是一层，都是一个叫知性底性啊，知性的人生。万生万物都有知性，我们要知性，他们本身的知性怎么样，我们就不了解。但是树，它也有它的知性理性，它知道怎么样它才能存活下来，怎么样它才能啊长得又高。昨天我到正修大学。啊，去看他们学校，啊，那有一个大楼很高，校长呢，他说他们的学校历史只有45年，所以还不够长，啊，他就呢，啊，在到处种着大树，一棵大树呢种在这个高楼下，我告诉说校长呢，这一棵树这样种会不活，他有知性。他有觉性，啊，一个人生的法则，你逼我就退。人生哲理啊，你逼我退嘛，啊，那么高了这么高，他种在这里，你种了，你要逼我又跟你逼，那就对立，一对立的，啊，那这冲突就来了啦。我说你再退后，差不多3米，啊，那个树呢，它能够。让他就发挥在这边，你这边太高了，我绝对不跟你争，我还有我的生活空间、生存空间，所以我要他再移过来3米的时候，整个不一样。树它也有它的觉性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佛陀呢是代表所有一切众生只有佛性嘛，啊，这个就是佛性，啊，就是觉性，好，那么好了，众恶雄。咱先不是，咱敬遐个妖熊，我意思的敬熊，啊正常啊正常啊敬熊，众松嘛就是敬熊，但是众松有要领，啊为什么先不是的松那么会长？因为咱小三摩地，
啊，里面都有大石头，大石头呢弄为胖，啊，它气根松树是气根的物件，一直胖的天冷，哗，大了就紧。曾经它最快，它一年大差不多四球到五球，长高，一年长高四球到五球，很恐怖哎。哦，这个因为它跟摊长出来，所以种松树呢，你要知性，咱也行。啊，松树它都完全是气根，气的根，啊，这么发出气根来，你哪个正心嘞？这张熊真见到喜笑笑，伊讲你不知，你唔知我不知我的性，那我就不，我就袂跟你话，啊，他就喜笑笑了。好、哦、的，你不知我的性，好像这个世界上啊，你我是活不下去了，啊，没有遇到知心的啦。好、啊，那刚好是《鬼谷子》的三十六计，第三十六计什么？走为上策。哦，所以松树，它有的种树的钱呢，啊，有的它一爱种心，我爱建国建馆，啊，接着爱钱呢，那么就是长这个铁雕。哦，头甲偏后去哩，变成一个小山丘，安尼多啊，无个流心了啊！啊，这头进去哩，有一个沙和石土、沙石土啊，几片土啊，他就你安尼来夹起来，接着叫好多啊，啊，就真好多啊。那么这叫五叶松，有叫马尾松，马尾松叫不大，啊，先无事嘞，没有我阿见个五叶松，五叶松嘞。他怎么解的？一弄五叶，啊，五叶松呢？它是观景松，啊，有的很多做法不一样。五叶呢，一直让它长大，啊，那仙佛寺呢，我就一直让它长大，啊，丛林嘛，丛林嘛，好大长着哪嘛，啊，那个一下子大，要求这呢盆景的时，啊，你嘛进盆景，这都一老未大，一老未大。好、哦，会老哦，一百多，永远去观他的，看他的那个盆景，还观景的用的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也是知性，啊，低性，啊，那人在人生每一样修行东西要有知性，像现在，啊、哦，那么风，他讨风一毛觉性，一毛知性，那怎样叫做说啊，爱风来多舒服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风。伊嘛知影咱的性，他也是知性。唔知啊，咱的鬼谷子老祖啊，含菩萨嘞，伊讲咱爱尊敬一切众生，哦，尊敬一切众生啊，无论一个人他是惭愧也好，不惭愧也好，啊，他呢都是啊，这世界上有他的功德力存在的，哦、啊，功德存在，某一些存在的价值，啊，接着就啊，咱爱去知性。爱底线，好吧，听不？好，好，今天中午哈，师傅被请咱用餐啦，方便啦，哈，方便，大家方便哦，安安安哦，好。好了，再来，好。那你们首先，看地理风水的法则，啊，第一，目睭一定要来，眼睛要敏锐。啊，以后啊，如果说爱书啊，考试，我很简单，下车一分钟内呢，啊，你们啊吉凶祸福都来看出来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拢及格啊，一分钟多啊，啊，一分钟下车，哎，怎么样？目睭眼睛一看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看到这个地呢，你要我们练习学习。啊，这眼睛我在看，事实上把整个缩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在空中由下往下看，由上往下看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理呢，啊，我们在看的时候就看明堂，啊，看作明堂，啊，明堂呢。啊，两边高高的往下斜，往下斜，好不好？往下斜到
啊，对面那里是最低的地方。哦，我所讲的就是坤卦，哦，就坤卦坤六段。啊，后面呢，后山，啊，后山呢，啊，它本身呢，啊，它的地势也会比较高。所以我们一下车呢，啊，先要看，啊，后山，啊，后看，再看明堂，啊，再看青龙，啊，又看白虎，青龙。白湖，然后再看沟存，沟存呢就看就是物极，啊就物极中途，啊中途，啊中途就是我们的一个宝穴，莲花穴宝穴，啊这个叫啊叫物极，啊所以这个地点呢，你们可以啊等一下你们自己看，有一种感觉，周围的树都围了一个很大的。蒲团，那我们就坐在蒲团之上，啊，道场也是要在盖在蒲团之上，就四平八稳，哦，啊，刚才呢，师傅呢说希望这里都很多都，啊，都是每个人呢修行的时候都有一座莲花可以坐，啊，又像如云莲花如云呢，莲台如云。那个就是净土的世界，就极乐世界嘛。啊，希望呢啊，大家有空多念佛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定会有所成就。啊，即使播了阿弥陀佛，一定下个月就赶快念经。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当然去。我们到前面，到前面。哦，那你。很坚固，很坚固。欢迎啊！啊，真到我了啊！这是地基，哎，地基啦，哈。地下室啊，我天，下面是停车场。嗯嗯。啊，也是停车场。哎哦，现在停车。啊，啊，也是全部我们让大家自助。有金马哥，这样说就让他讲错。哎，我那拿的地协会这里的，好的，哎，那我都好，这前面花姐娘公哈，像一个玉带来，远远的，嘿，哦，玉带的来，嘿，好，我们谈到这里，刚好是要做莲花池，哦，哦，菩萨是来加点香会啊，哦，在洒甘露，哦，哎，在把给奶奶汤摸摸。这个江水多啊！啊，以后要来家吼，阿婆机会也不多啊，你们有来也不一定会下雨啊，啊。啊，你这个会一个词嘛，还有一个嘛哈。这个直接挑选下来一个嘛，三个四个，七八，哎，包括下摆这起立就会做啊，哎，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在美容啊，一比里，一比里啊，这是神啊，这是菩萨啊，他的在这里所有为大众服务的啊，修身养性啊，得到大众的敬仰呢，也都是个一比里啊，而其他的历史呢。等一下，再慢慢跟各位解释。我们大家以虔诚的心，啊，来供向啊一比里，啊行三拜礼，啊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和敬平安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好，我们祈祷、祈请、祈求一名爷大师大
境，啊，全国家平安，社会和谐。好，香炉各自插上哈，都进来了哈。哎，我们大家合掌以千敬之心礼敬一民女孩，啊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好，大家祈祷，后面一生国泰民安，和敬平安。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在义民节这里来礼敬义民节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义民节这个庙，义民庙这里呀、啊，啊，来学习看这块地理。啊，以前古圣先贤，他们确实非常大智慧。这个地。就是王侯将相地啊，王侯将相地民百姓呢就没有那么福分，所以只有有成就的啊人才能居住在这里，所以以前把它盖起来为庙，护持为